棋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顶级赛事文评论道。要说本周的焦点，那必然是2013年金立智能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两位讲棋大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大家讲解一盘精彩的对局。这盘对局呢是2013年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第八轮。那么这盘棋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苏泊尔杭州队的连笑四段和西安曲江队的陶欣然四段。都是两位非常年轻的棋手，90后的。两位棋手呢年纪而且是一般打都是94年出生的。当然年纪小并不代表成绩就不行了。两位棋手呢最近的成绩呢都非常出色，像陶欣然呢是刚刚获得了新人王的冠军，而连笑呢在去年的围甲当中就表现得非常出色，等级分呢现在已经跃升到了第15位啊。王老师，这盘棋很精彩吧？很精彩，它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精彩。确实我们中国职业棋界这些年轻的高手啊，他是叫可以投鞭断流，这个高手很多。那么连笑和陶欣然两位呢，这个裘丹莹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陶欣然是新人王冠军啊，对，是的，这是一个硬指标，就等于是年轻人当中在这个比赛当中他成绩最好，这是一个硬指标。那么连笑呢类似的硬指标并不多，对，他获得过去年的成绩非常出色，他获得过快棋赛的亚军，中信银行杯，还有一个是新秀杯的冠军，也就是说新秀杯冠军年龄比较小一点的，就是但是呢我刚才说到硬指标，但实际上呢还有更多的软指标，就是因为连笑的棋广大的棋友以后呢希望我们今天这个在这儿给大家介绍这盘棋之后，大家以后上网看的时候啊有连笑下棋的时候，你们就看看他的棋，他的棋是非常有劲儿。这个劲儿还不仅仅是说抡着一把青龙偃月刀就到处乱砍，还不是那种劲儿，它是一种全面的全面渗透全面推进的那样的一种力量。总而言之很好，我们还是一边看棋一边给大家聊聊哈。好的好的。很好的这个棋，我们中国的职业棋界啊这年轻高手真是太棒了。黑棋是连笑。对，这盘棋呢是在6月18号下的。因为是补赛。之前联赛呢就是在他们之前已经进行过了，他们这盘棋呢由于可能是哪个这个双方有一个队的棋手需要去参加国际比赛，所以就推迟了两天。是这样的。对，好，中国留的布局下完了之后，白棋挂，黑棋跳。白棋就小飞。小飞。下的也很简单。对，黑棋就接，然后再猜。对。好，规范啊，这是规定动作，体操比赛当中的规定动作啊。待会儿还有这个自选动作，更多的是自选动作。黑棋现在挂角了，挂角对，大棋，这都没问题。白棋下了一个二尖低加，二尖低加，在这儿正常，也正常。黑棋进角，点角，对，这个点角呢，其实我们一看的时候总是以为它会下成一个很简单的定式变化啊，比如说长，然后它一般粘啊，对，说这样，这个的常见的不能再常见了，简直是跳出来。对，在这儿。哎呀，对，哎呀，这个但是也很温馨，这个很古老也很温馨。只有这个定式好像已经延续了很久，还有这个定式，对，延续了很久很久都没什么变化。是是是。啊，当然有别的变化产生，但是这个下的人也很多，就是说。但是他们下到这儿变了。这个变呢，并不是因为他们两位变的，而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引领的潮流。结果是白棋长，黑棋接着爬。这招棋其实非常值得，品味。行，我们接着往下看吧。他白棋长，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下棋呢尽量的保留一些变化，对，他这个二路扳机啊他就忍着手不走，他留着留着，将来也许还有别的味道啊。
黑棋接着再爬，接着爬。嗯，我想王老师他之所以这样下，没有选择我们刚才摆的那个流行了很久很久的这个下法，可能是是不是觉得人家摆拆二过去，他跳出来有点不太舒服的。可能是一方面吧。另外一方面，因为这话题不能说太多哈，我们经常感到困惑。盘上比方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要把它拆透给我们广大的棋友都解释清楚的话呢，这个需要很多时间。对，关键它这种层面很多，你不能在一个地方这个太拖拖沓沓的哈。因此有的时候只能简单说到，我觉得简单说来，乔丹宇你刚才说对了一个，就是可能跟这个配合有关系，但是第二一个因素更重要。这第二个因素分 AB 两项。 A 项就是这个扳街啊，他认为我要晚点走，我要为这个棋子留下一定的活力，将来有一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外边气紧了，他搬完了还有直接咔嚓的棋。我是说气紧的时候哈，这是 A 项。还有一个 B 项，这个 B 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扳街完了之后啊，我们知道过去这个下了几十年了嘛，这个 B 项就是扳街完了跳出来效率是还可以哈，但是呢毕竟有一个冲断，有一天在盘上什么地方出现一个大的结争的时候，这个结啊它没法补，人家一冲断它又受不了。对，所以由于有这个天生的一生下来就有的这么一个劫财啊，致使白棋在别的地方下棋的时候如果出现结争它就多有不方便。所以A 项 B 项加起来，他们年轻人开发了就直接爬出来。是的，我觉得这个劫财它是不是一个定型完了之后它顺便留有劫财啊，这个也是现在棋和过去棋朦朦胧胧在理念上的一个相当大的不同。这个很耐人寻味，但是我们也不能脚步停留的太久啊，要往下推了。好，下成这样之后，但是白棋暂时就脱先了。如果你现在还要长的话，那黑棋就脱先了。那么黑棋可以脱先，也可以二路扳街。是，所以白棋现在就暂时他也脱先。白棋就先挂这边，对，先抢占大场这儿。拆回来这个都正常，黑棋挂仍然是正常的。这个地方两个人都顾不上走现在。对，这个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陶欣然呢，他新人王下棋的时候，前一段啊，决赛的时候我倒是看了一下，力量也是很大的哈。对，但主要是连笑，连笑他这个力量特别大。而且确实特别大。去年这个联赛啊，连笑下得非常出色，因为他是担任杭州队的主将，胜率非常高，有一段时间是几连胜，反正是。他这个而且呢从棋上看得出来，就第一个他力量大，而且从他的招式当中看得出来呢，这个小伙子啊性格也很特别。是吗？您觉得他是怎么个特别？怎么个特别法啊？我看看啊，要涉及到人的评价的时候措辞要小心啊，就肯定是极，就是个性极强。自我意识极强。一般现在的年轻的小伙子都是这样是吗？一般都是，但是他肯定比一般的人还要强。我觉得很有特点。而且那个棋呢，领会这些都很好，他往往是很深刻的。比一般的那种我们说的深刻还要深刻一点。但是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想给大家报告，他们两位都非常优秀啊。对，就陶欣然都已经是全国冠军了嘛，很优秀。但是呢我们确实通过看他们的棋呢，还是要看到年轻人也有些棋还是不够。对，这个没有什么，我觉得就说出他们年轻职业高手这个棋的不足啊，一点都不奇怪。我们大家只要想一想这个道理，因为围棋是一个伟大的项目，所以任何人在围棋面前他都是有很多不足的。对，任何人因此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从他们将来这个前途无量嘛，有很多进步，进步空间哈。将来可以水平非常高非常高，比现在还要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待会儿我们涉及到他们不足的时候，我们再来品味一下，这个也很鲜活，很好，是吧？行，我们接着看，现在看上去好像很平淡也。对啊，接着白棋尖顶好像也很正常，一长跳对，拆二也很正常。这个连笑棋呢也是，现在力量强的人有的时候他也貌似很规矩，就是温文尔雅，什么话都不说。我是说在盘上温文尔雅，这个沉默寡言。对，然后呢实际上他这个积攒起来的内力啊，随时准备像火山喷发一样嘣的一下就全部这个爆发出来。而且是力量强的人，他积蓄的力量就很强，所以等他爆发的时候往往是非常厉害的时候。他一般来说他不动手。我们接着看啊，
黑棋跳这个正常，那么白棋呢是陶行辕先搬一下，嗯，这也没什么正常，黑棋搬，然后白棋再飞，嗯，这个很虚虚画画抽抽象象的东西要说那就太多了，就没法说了，总之这个白棋想给他施加一些压力，争取下一步有机会再把这个藏出来，这样这一块白棋有点潜力。但是如果要说虚的构思方面的话题呢，就是白棋这个行棋的方向往这个地方走是不是就是最好的，其实也很难讲，因为你也大可以从这一带过来，嗯，然后再用这个扳机来威胁他往这个方向去，考虑到这二路已经有扳机了，白棋这一块啊不是特别值得投资的地方，嗯，就说到这儿啊，但是他这个也很好，他就飞了，我们接着看，飞压过来，对，飞压过来，这然后连下这会儿就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认为他就叫吃，你既然搬了要脱先，我就不让你退了，我就先叫吃，嗯，这个是一种巡战的态度，一开始对，白棋长，嗯，黑棋在跳，黑棋长朝这个，然后白棋跳，跳在这，这个必须要跳，哎，这个没有什么花腔好说，嗯，那么下一步碰，这个碰呢，应该是当初就是断打的时候已经预料到设计好的，哎，对对对，对一个后续手段，嗯，它这一系列都是连贯的，对，因为基本上的话，白棋没有任何变化，你打吃它只能下成这样，嗯嗯，那么它碰的时候呢，白棋就需要对做一些思考了，对，这个地方呢几个变化简单给大家打一打，嗯，首先就是黑棋这个碰借力而行进攻这两个棋子。这个是很清楚的，是我们今天观众朋友当中只要棋力不是初学的一定都有这种感觉，而且它这个方位呢还有一点点声东击西的味道，因为你如果顶鼻子呢这叫熟手，嗯，就是用劲儿的时候往往啊围棋盘上用劲儿，它是就像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这样的意思，它要用个杠杆，你要给我一个支点最好，你直来直去呢有的时候行，有的时候就是熟手啊，他现在拐下去你就坐不住他，对，你打下去人家拐出来就是了，对，显然不行是吧，对，所以他要碰到那边，所以他碰到这边，那么这个你显然是你首先你一扳他就顶，这个多好，你再下去他把你关死了，对，然后你要藏出来他哗啦啦冲出来，嗯，哎，你这个棋也不好，那么你要扳这个呢，甚至不要说这个连扳他就再顶也行啊，啊也行，它主要是这个子呢碰在这里边时候呢把这边你的子撞伤了，嗯，那么这边呢你出来的话它可以顺势出来的时候再把你那边再破一破，你这也比较麻烦，这我们各位也可以领悟一下这个借力而行声东击西这样的感觉，嗯，在围棋盘上呢其实这种时候最多，往往直线攻击就是说大实话啊，不注重说话的方式，我是说下棋啊，不注重说话的方式，这样的例子非常好的这个几率很低，嗯，往往都要绕一个圈儿，对，啊，效率才高。因为你的直线性下法的话，人家一般都会有所防备的，嗯，如果你直线过去就能把人家锤死的话，那说明人家其实下的不对，可能，对，少哈，嗯，这个是围棋文化最有特点的一个，它也有。行，我们再来看这个棋，就会发现呢，白棋啊，当然实战呢，这个陶行辕就拐了嘛，这个是最强的哈，嗯。对。但是呢，实际上现在有另外一个境界也非常好，这棋呢就是沉默寡言，什么都不理，立下来单立，就这样一走出这样的棋，我觉得年轻人走出这样的棋那就太有味道。你看他立了之后，你黑棋现在该黑棋下，你黑棋怎么下？嗯，不是说黑棋不好，但是呢，他这个立啊卯。这个劲儿卯不住，嗯，特有趣，对，你看你要爬呢，他第一个现在可以不理你，那也可以，然后将来他就顶就行了，是的，是吧，然后你说怎么呢，你这个就扣死他了吗，这个味道很坏，他就 顶过来是吧，你尖呢不要说他拐下去你算了半天这一档你也许可以吃他，嗯，他不走了，待会儿他就尖回来不就完了吗，嗯，当然这个拐也是拐回去了，是不是啊，嗯，所以呢他一碰的时候这个不给他借力的下蹲这招棋棒，但他们年轻人呢就是说啊，我就说像连笑这个力量很强，陶行辕也是啊，就是说这种时候他们是非常强的，但是在这种时候就像齿轮运转的时候突然掉了一个牙崩掉了，他咬合不起来那种劲儿，你有的时候要用这种方式让对方一下使不上劲儿，八卦掌他们没有学过啊，太极的感觉，是的，让他卯不上劲儿，你看你这个作用力大，反作用力自然也大，嗯，有些时候需要这样，嗯，但是更多的时候啊你不给他上劲儿他难受，嗯，好，这个就不说了，然后再看他们的啊，他上劲儿，那么这会儿当然连笑的选择就比较多了，
其中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这个，这也可以这个变化，车载斗量太多了，白棋一定是咔嚓，然后这个双方纠缠的结果，搅和这一局，他们本来很强，那么连下选择的是单立，陶行人从这儿出来，黑棋一出，这一出来当然黑棋这一出出来很舒服，然后赶紧把这个扳街走掉。对，他如果现在再不扳街的话，白棋可能扳。哇，这受不了！哎呦，白棋扳街是先手。对对对，白棋下力下力更好。哦，下力。下力更好，可以连那个二路子都吃掉啊！这个受不了。所以这是一个双先关子。对，这个背后已经有很多变化了啊，还没有发生。白棋就接住、接下来呢，可能连下因为这个变化太多，总的来说呢，感觉是黑棋借上劲儿了。借上劲儿了，把这个地方有影响了，所以接下来连下呢下得比较稳。他下了这个。加一个。就是自己挤压这两个子嘛，自己也多少强化一点。要说呢，其实这招棋可能我是觉得要贴起来，对，还是这个好一点，因为这一贴白棋不能搬，一搬它就咔嚓，搬了被断掉了，对，这样断掉了。因为你再走什么别的，它这个贴是先手，因为下一步再一紧气就把你吃掉了，所以你一贴呢，它还是会退的，一退呢，然后黑棋在宽袍大袖把它一罩，就这个地方一罩。白棋是怎么活的我不是很清楚，就算活了黑棋的外边啊，你一定要把这些卖掉，那么他再从这一线过来，这就是一个思考的示意图这一类的，他这个地方就讹然壮大，待会儿这还要飞进去，我觉得呢这个大局为重是不是这个好一点啊，那么连下走了这个，他是不是觉得这个变化他已经觉得挺满意的，他已经觉得满意了、不错哈、我们接着看，很有意思，他们的棋，我觉得年轻人的棋要是在这些方面，他们已经很好了哈。但是在有些，比方说细节啊，有些比较冷的地方啊，你比方说，一撞就下力，这个你就是，所以我们看过去的棋谱啊，以我们中国棋手为目标来议论的话，像聂卫平、马晓春他们那个年代的棋啊，对于这种东西就是。特别多啊，就是你要卯足了劲儿，你要冲上去的时候，它闪了，就这一类的特别多。所以那会儿的棋呢，肯定没有现在好看。现在是这个五彩缤纷，很好看啊。只要你冲上来，我就跟你对打。就像这个绝不会闪躲的。不尽长江滚滚来，就像在这个水面上啊，波涛汹涌。过去都是暗流。对。现在呢，当然都直来直去啊，直来直去比较多。行，我们看啊，我希望他们在这些冷的方面再全面发展，那就更好了。对，行，他一夹，白棋一跳，黑棋连下尖，这个都是很独特的。他就先把你眼位收掉，反正你也封不住我。那么，这个陶行人这招棋大局还是对的啊。对，我觉得黑棋在刺在这儿。对，他这也没有接上，说非要把那串全拽出来。首先你要接上呢，以后被人家一爬就。以后爬对，现在他先贴出来再说。这个你也很怪异，但是呢，陶行人这一招棋呢，就是他有这种感觉，大方向啊，就上边我可以不要了啊。对。但是这个招法呢，还不够。不够。炉火纯青。对。这个棋，因为恰恰就是刚才人家尖的时候，你这个地方什么都不走是对的。现在他走了这个的时候，白棋这有妖怪，就是这又是属于冷招。就这些棋呢，我希望他们以后啊，全面发展能够把这些。下出来就好了。你看他现在紧着黑棋下什么，特怪。你下三个子的地方，他来。刚才你两个子一个子他都不来。我大概只能接上吧。你只能接。我不接我还能做得好。你只能接，他在拐啊。拐我也只能接上。你这个你接上，那你接上不行，黑棋没活啊。你接上双方都没活。但我冲过来。你只有冲啊。冲过来被打掉了。你冲打掉了他没活啊，因为他有这个，是没活啊。对啊。对。但是呢，接下来是变成什么呢？就是他爬这个，你这个必须要挡，是吧？然后呢？脚能活呀，那块棋。对，这样他能活。有这个是吧？但是你这个甚至还可以先给他鼓掉，鼓掉也没关系。这个示意图摆给大家看，就是由于有了这些内容啊，你发现这个白棋啊，它叫死而不僵，这个确实像一个百足虫啊，死而不僵，你怎么吃啊？这还有个劫，他把这个尖回来就行了。没错，他同样达到了一个在外边行棋的目的，里边给你放了一个死而不僵的东西。所以呢，这个示意图还有一些变化。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像这招棋呢，他就是这个年轻人啊，他
他没有这种冷招的感觉，像刚才蹲呐、啊、这种冷招的感觉。估计他没有看见这个。对，你这个是妖怪，这个真棒。好，结果他一走这个，一走这个，那么连射把这个一穿，得。嗯。这个棋白棋立刻全局就，你说你这道棋放在这干嘛？至少他可以不走，将来也要走这个，因为你不走，你说黑棋下一招怎么走？嗯。他要扩大，难道他还走这个吗？跳出来。这味道也不好。嗯。他将来又冲断，这儿有叫吃，是吧？嗯。至少嘛，你也要有这个，但是这个挤最好啊。后来他一飘这个不知所云，这套棋在外头。你看啊，你飘完了之后，裘丹云他以后啊，他给你下到这儿，你说你下一招下哪儿？这个棋子啊，光靠几个飞呀、啊，在外边就要筑成势力啊，不靠不住。你看你小心，他待会儿是这个，是吧？我这个画示意图啊，这个叫得寸进尺啊。哇塞！这个你怎么弄啊？全部都没活啊！太狠了，全部要转出来，啊、哎，一个子都不死。关键是这个棋它不好，嗯，哎，行，我们有这个印象就行了。现在黑棋穿通黑棋优势，哦，哎，觉得黑棋不错，对，啊、黑棋上面吃的木挺大的，现在白棋顶这个。顶对他，陶心良这招棋很纠结，他突然发现不好，这个劲儿又咬不上了。你看，本来应该走这个嘛，他脱先了。那么他肯定对人家担心人家拖一个，拖一个他很难受，黑棋拖过来啊。你下不了决心。如果说这样的话，那人家太舒服了。不会了，这儿还有断。那下一步他蹲就行了，做活就行了。如果说你这样呢，他断了。嗯。然后你打吃。嗯。哎，挖打。接上，他再一拐打。再拐打。那基本上已经处理好了，这儿还能冲。对你必须提下一步他就冲。啊。他就让你是你应手。没错。所以他很难受。他就是怕人家拖，所以他才顶的，不然他不会顶。对，这个顶明显然不是好棋。好，我们接着看陶心良，他就，所以说这个小伙子他也是，我觉得他们才十七八岁啊，嗯，其实已经这个想了很多东西了，哎，确实是很好。他感到很为难，所以就顶了一个等一下啊，就下围棋有很多时候是这个境界，就是这一拍要等一下，你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啊，解决不了，所以要等一下，希望我们的棋友有这样的感觉。比如说你攻击一块棋的时候，你一下子看不清方向，到底是从这边攻还是从那边攻，嗯，然后让他自己跑呢，他一手也没跑好，有的时候可以等一下。等一下，对。对，先看一看情况。只不过现在呢，白棋要等，他的方式还是要威胁着黑棋。嗯，你看他连这个都没下，按理说这个对他威胁大一点。小尖。他也觉得这一线啊，将来，他不是，反正他的感觉吧，不够紧，既要等又要紧啊，全局主要别的地方没有好棋下，不然呢这会儿白棋局部也不太好攻，封锁又不太愿意，怎么办呢？可以放下不走，只不过放下不走，放眼全局看见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咬住劲儿。对，也许这会儿陶先生发现，哎，刚才我这怎么没有挤一下？他要是一直没发现还好，还好，别走到一半想起来，一半发现那就麻烦了，这事。所以我们看他顶啊，这个但是很快吧，这个连笑又，就是因为他很。敏锐很敏感，知道现在黑棋优势，而且他一顶这个黑棋一扳，你挡住，好了，简简单单出来不就很好了吗？但是呢，年轻人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问题啊，就他棋下得很顺很好了之后啊，有的时候会因为高兴吃了几个棒棒糖之后呢，就可能打一个引号的忘乎所以，有的时候会，因为是人嘛，他就会。总会有一些错误产生的，不可能一点错都没有。对，我们接着看，挺好，挺有意思。白棋小尖一个，看起来是一个正形。对，他要威胁，但是这个是过去，大概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就这个棋形而言，就三连星周边啊，说这个是一个形，但是实际上这个岁数有点大了，这白棋它不是很靠得住。我们接着往下看嘛。嗯。这个白棋尖威胁的黑棋。黑棋靠。黑棋靠，对。白棋长一个，对，黑棋靠这个呢，先让连笑飞吧，飞出来，飞出来，这两招连笑已经高兴了，就是觉得这个棋这道棋也不对，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不对，嗯，位置不太好，但是陶心然一时半会儿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嗯，那么下这两招棋呢，这个已经不是连笑的风格了，所以我就说看我们看棋手的棋可以看出他们的，当然按照个人的口味，看出很多信息，包括他的。心情啊，他的这个性格 啊这一类的，对，这个棋按照连笑的风格，按照他过去的风格就已经进去了。这个棋不会死的，因为你看他实在不济，他这一虎都是活棋。对，因为你拍打了，随便怎么一走，这眼位都够，嗯，啊。
何况这一虎本身还有打劫，那么他这个主要是让白棋已经脱不开手。你白棋最狂的就是穿这个，穿这个但是他冲出来不行，然后你还继续绣着我这个，你担心他反过来绣你。我这好像下的有点缓嘛，这位小姐。对，但是梁孝有点高兴，他还是有点高兴的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吧，这个最凶，他一靠，对，一藏。我们的棋要是看看梁孝的棋谱啊，哎呀，每一盘就是很多棋吧，都是千头万绪啊。我记得以前给大家说过，就是大概说到过，在我们年轻的高手当中，陀嘉熙是非常出类拔萃的一位，对，很有才的。我当时想着一个说法来介绍他，就是。在那么多的高手当中，如果说一盘棋像乱麻一般剪不断理还乱，谁最喜欢的话一定是陀嘉熙啊，他最喜欢，这个是他哈。我觉得排第二的可能会是他。哦，连笑。其实呢，他长得并不是帅哥，有特点，帅哥型。哎，他看起来很斯斯文文的，斯斯文文，戴副眼镜儿。对。你就看像一个中学生，中学生，肯定是学生，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那种感觉。对对对，是是是。但绝对是不是很像、很有特点的。很深刻，我们接着看吧。这个地方有点放松了。那么这个棋，接下来白棋会怎么下？对。这个我们留点悬念吧。留点悬念。休息一下，好，一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解这个连笑对阵陶欣然两位年轻的高手的对决。对，现在呢，刚才我们说到了，看起来这个连笑有点高兴了、那么陶欣然呢，当然这个就顺便追着他、把这个地方的问题解决了。对、刚才您说的这个现在没有了，这很心疼。我老师一看再走这儿的话，估计人家放弃了。对这个不，你不太敢了。这个不太敢了。对、行，看上去呢，如果白棋能够借着威胁黑棋这一对，但是黑棋这一对他这个姿态都很好，做眼这些应该没问题哈。如果能够威胁他把这个地方全部变成空的话，白棋空是收获不小。对。此外呢，下边这几个东西，二四这六个棋子能成多少空？按理说六五三十目至少要成。我们算一招棋平均五目棋嘛，那没问题啊。但其实呢，它结构。由于它结构不尽合理啊，不见得能成那么多空。我们接着看啊。是，黑棋现在赶紧点三三。点三三。对。这要拼抢空了。如果再被黑白棋抓到这儿的话，那黑棋的空很有可能就不够了。对对。在这儿。好，这个白棋很强，陶欣然也是力量很强的，他不肯退。不肯退。那么连下点，接着我们看这个基本上算定式，我们大家也都会哈。单这个倒无所谓，挡住。本来呢黑棋一接就活了，但白棋接上吧，对，然后您就补一个，对，这样关键是活完了，将来你这要成空，他加你一下，你走什么？我难受。你不能接啊，你接人家一度，你已经全部成徒有躯壳啊，而且哎呦，好事者还给你到这儿来了，你整块都没活啊，所以这个棋形结构啊，我们广大棋友要注意，它并不是说人多就一定好啊，这个地方只要黑棋愿意，所谓分分钟下成这样，你马上黑棋就可以下成这样。结果呢，连笑呢，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哈、下成这样。其实这块黑棋仍然不怕，仍然不怕，就他用了一个最凶的下法。我们接着看，他冲断了，在这儿，这个冲断的就是逼白棋转换，白棋没有退路了。对，因为你断的时候，他也不可能接上。接上就不对了，这不行，这不行。接上人家接在这儿，你气不太够。你搬进去，他上边先爽一把，啊、然后待会儿里头再给你打劫，这个不行。简单给大家摆一摆吧。搬这个。他别的不说，他就唬这个就行了。对你至少是你必须要吃这个，他这儿先来一下，啊、然后这儿再一收。这劫打起来可费劲了，这其实两手劫。累死，累死。是。活活累死，你拐这个也没用，他打吃完了之后搬住就行了。而且黑棋利用这两下把这块棋都好了，对对对，受不了。因此呢，他以下的变化是必然的，白棋必须吃。但这个变化一出现的时候，我想给大家报告我的第一感。邱丹云，我的第一感，就虽然我也知道很理解，而且基本上我计算这么差，我也一眼可以看出来是什么问题呢？黑棋通过这个下法可以把这两个子吃掉。啊，对。哎，现在同时把脚上的实地捞走。感觉上是很可以的哈。对。不过我看见这个情况，我还是对于啊，我有些传统观念，对于这个地方被白棋拔得这么干净啊，我还是不肯。
您还是想刚才如果我下黑棋，我肯定是接做活，然后白棋接上，您再接一个，再接做活这样。如果我下肯定是，因为我回避这个被人家把两个子拔得干干净净，我有这种继承观念，这种继承观念有的时候是经验，有的时候是包袱啊。像连笑呢，他就没有考虑这个。我们接着往下看，他大大方方就这样下了，冲，挡住是吧？对，黑棋断一个。对，我是看见被人家这样拔两个子，哎呦，我还是心里一颤，有点不舒服是吧？对对对对，人家吃得太干净了，对，皮掉，而且这一带铁厚了之后，你这个高差二以后动手你要小心一点。对。但仅仅是感觉，我还不敢说这个白棋就，黑棋就是什么不满意啊什么的，我不敢说这个结论，我只是，给大家报告我的感觉。这样被人家拔两个子，往往都不爽，因为啊，他把我的以后的任何梦想都消除了，就是铁后的棋啊，就消除了你的梦想。你像你比方说，我们说这块黑棋可能死，将来他可能全部死，是有可能的，因为什么爬完了打劫，搬完了找劫财不理，最后再怎么样哈？像这种棋是，就亘古不变了，他永远不可能死。就在你不能吃他棋子的情况下，对，基本上是不可能吃。就合理演变嘛，合理演变下去，你将来掏了他的空，渗透进去，这个地方怎么又走完了？走完了他也是活的，就这个意思，所以，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黑棋这两个字可能活，白棋这可能全死，可能全死，但是这种棋它不会死。我希望呢，我们大家有一点这个印象也好，就是说被人家拔的铁厚的棋，肯定是活棋的那样的棋呢，如果能够避免，还是要避免。不要随便被人家拔成像对，因为梦想没了，因为没有梦就不行。好。总的来说其实还是黑棋不错嘛，你看吃了两个子，连着骨头带肉，自己还活了有空是吧，还是黑棋好。接下来白棋下了一步手筋，对，就漂亮，很漂亮，这个漂亮。在这个局部呢，接下来其实如果说你自己想跟他杀气，你显然有点天方夜谭，因为你差了不止一气。对，你这样你再摆一个你还是差一气，对，让你下还是差一气，但是这边拐呢又没有什么招，对对，人家挡住你就行了嘛，没什么用的。你既然了不起，你能点到这儿，那我就算了，我猥琐一点，我就挡回去，你也没什么招。对，这是街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但是他下了一个漂亮的家。哎呀，漂亮！这个陶心南这个实力不是一般的。对，这一家好手。家的这黑棋难受了。这回难受了，这。好，我们看后来黑棋他那个连笑。他没有办法接在这儿。他如果接在这儿的话，是不是白棋可以直接拐出来？接这儿不行，对，他拐出来了。要拐这个。有这个接应，他拐出来了。哎，这样麻烦了。然后你想回手一下，你搬不住嘛？不是那段不行。你想回手一下，人家一爬，你发现你要死了，人家多长两气，拐一个把你拐死。这要死了。这不行。这不行。所以他很痛苦的，只能接在这儿。就在这白棋下力，那么黑棋当然就不要了，这个也是这样，他不能接了被拐出来，脚要死，只能挡在这儿，挡在这儿。白棋把这个扣掉，对，哎，这一回合白棋很厉害，收回了一点，但是总的来说呢，还是黑棋可以，全局和局部吧，都是黑棋可以。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呢就有意思了，就是看得出连笑的性格了。从这道棋可以看得出来了啊，对，刚才我给大家这个推测了一下，就是他很棒，这个小伙子很棒。那么接下来呢，很明显白棋有一个这个，对，他可以把他这块棋彻底的断开，对，把你断在外面，这一跳就断了。然后你就开始漫漫长路往回跑吧。对，这个就要死了，因为它太厚了。对，有问题，这确实是。那么实际上呢，我想说什么呢？本来呢，如果我们棋友来看嘛，就他要断我就补上一个吧，连就行了嘛。但是呢，看得出来连笑这个真是太这个性格太强啊，他就是说士可杀不可辱，你让我单关连，我死了都可以，不愿意连。他确实，他连一个呢也有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白棋现在我下个缓和一点的，比如我尖冲一个，或者说在这一带震一个，那么把这一带虚空能围住的话，白棋空上应该是不落后。你认为不落后是吧？我觉得呢是还是黑棋好。您觉得黑棋好？还是该忍，关键是他这个不忍呐，走的这个路线不是特别好。我们接着看吧，这个棋因为像这些。它中间仍然有些文章，这就不说了，没发生。总之，他呢，连笑从这个地方出来，这是不对的。对，这个是绝对不对的。人家这边这么厚，然后人家叫做
这个借着攻击你，然后顺便进入到很有价值的地方哈，尾随着你，同时强化自己，这显然不对，因为你走完一个还没好，是的，你还得走，那么人家下一步再走，你还得走，关键这个地方还没好啊，你要小心，如果是白棋这盘棋要输的话，他直接给你切断，看你怎么连的，你都很麻烦。对，所以我觉得呢，当忍的时候还是要忍。所以刚才我想对连笑说，黑棋连回去，就连回来，连回来，这个还是黑棋好。嗯，行，我们现在看啊，这样当然也行啊。你看他多抬杠啊，连笑他这个多要强啊，这棋还要这样连，这个都拼命撑住都没有连上。好，我们接着看吧，这个棋很精彩，很有趣啊。真的像您说的一样，他的个性真的是真的很强，不是一般的强。就肯定，如果他认为他有理的话，他肯定不会屈服的。就肯定不屈服，是的、他认为他有理的。然后现在呢，白棋先在这儿靠一下，靠三三。这个靠当然也是常用的手段哈、但我还是说，对于年轻人来说吧，陶欣然他们都很年轻，都知道这些较劲的，就是卯足了劲儿的棋。其实呢，这个棋这个靠啊是没必要的。就你想下什么你就下什么，该穿就赶紧穿了吧，赶紧穿，因为这个地方啊，这个靠啊本身下边这一带双方都未定，这个靠呢得便宜的可能性，你要证明他占便宜啊，可能性很低。你比方说你靠这个，我举个例子来说，他就算走这个是吧，这一类的，或者你一家他就蹲嘛，你反而使这招棋没有力量了。如果你有这个，将来你的梦想是说不定整个攻他这一块啊，我这个是夸张哈，因此呢，这个地方简单说到一个标题，就是白棋单穿就行了。好，他靠这个，那么连笑一看你来的正好，让你这脱不了手啊，他一虎，我让你最大限度的把你吃掉。对，接着一挤，这个也是过去的定式，没错，连笑这个接也很高兴。但实际上这招棋可能是下这个好一点，虎一个，虎一个好一点，他就接上，就已经很高兴了。那么，当陶欣然在这一带用力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穿，它的穿透力降低了。对。哎，降低了，因为黑棋这儿增加了指令，你这块空也成问题了。不，我觉得他直接穿，他可能是对于那个结果不太满意。不太满意啊、所以他才会想点别的办法。对，现在这个棋要说全局形势呢，这样逃出来之后，白棋尾随而入啊，白棋是很顺的啊，很高兴。但是我感觉全局形势还是黑棋稍好。啊，你觉得还是黑棋少？王老师总是站在连笑那边。不是，因为在这一带，我主要是对这招棋意见太大。没有挤一个。没有挤一个不说了，你至少应该保留。啊。因为你有一天你就算不会挤，你也可以这个跟他拼命啊，是不是啊？我对这招棋，陶欣然这招棋，我觉得这个叫做，有点像这个。著名的四大风流才子手里摇着扇子哈，吟诗赋词，这个悠哉悠哉这个形象，这个陶欣然要总结这一招棋啊。行，那么我们还是看他们的吧，靠出来，他拖了一个，吃，吃的一瞬间呢，本来白棋这个吃绝好，翻吃，对，我也不知道陶欣然为什么没吃，本来吃这个是应手最好。他如果翻吃的话，黑棋大概会打下去吧？你不能提吧？我觉得我不会提掉。对，你一吃他提啊。然后就你不能打、你打他给你抡结把你拔花了，你只有蹲啊，你蹲的时候他可以不理你了，他放着一个结活放着一个进活在这搁着，然后再来经营这边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打，那么他就搬，是吧，人家黑棋长，对，然后 他再穿，下一招他再穿，这个连笑多鬼啊，他这个吧，对，是这个斩草除根，他把这个全部一走后，你这些都没用，你现在变成他穿你来适应手，这个力道降低哈，对，但是也很难说哈，这个还是很难说。确实，他这个就是靠三三的下法，因为让黑棋走到了这两个，对他自己的控伤害很大。一会儿他，就算我很温柔的已经就是这个到这儿了，对，就是这个、已经很温柔了、这个。然后呢，这个脚人家的实力还是很可观。对。对，因为你直接穿的话。人家肯定不会再补脚下成这个样子。还有一个抽象一点的感觉，如果这块黑棋总体厚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啊，它这个肉和筋连在一起，不是连得很好的缺点就被掩盖了。对。如果这些都没有定型的话，真的是搞不好你整个这个，连过去了之后，由于连根有一个切断，这个不是让人很放心啊，因为人家这儿有一个花岗岩一般的这么坚挺的这么一块棋在这儿，就这个意思吧，这个比较虚啊。好，接下来的一招棋也很有意思，
是陶欣然是吧？对，他就压了一个。压对，这个压也是我一看，我还是对年轻人这个有点意见哈。嗯。就这个压是什么？由于他已经走后了，嗯，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呢，恨不得将来黑棋一冲一吃，白棋都亲了。嗯。就是这个道理呢，我觉得希望我们棋友建立起来。嗯。有些棋因为它周围的环境改变，它本身变重了或者变轻了。那么他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现在他已经补了这个子就轻了，这个地方重，所以要下呢总是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从这边来靠下来，对，来先借力来走，根据情况他冲还没吃到我，我还可以藏，嗯，就这个意思。好，他现在走这个，那么连线跟着他爬，对，下面这道棋我也是很有意见，为什么走这个，你当然是跳了嘛，这不是很明显吗？他还要走这个，你就鼓下来嘛，不往那边走棋，对啊，就这、嗯、因为他补了这个，这边全清了，嗯，就这个道理啊。如果我们大家能够根据轻重这个来有一些感觉，我觉得以后会指引我们行棋，那么你的视野会自然就会开阔一些。嗯，好，结果他这个还要要他接上，对，这个要显然就是有点太刚了，那对，太抬杠了嘛，不够柔软，对啊，你这个已经很小了，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就算你只要能虎下来，就算被吃掉，这个地方十目棋都不到。嗯，你看，如果他能够虎下来的话，固然他断不能出棋，但是他待会儿下蹲的时候是先手，你补哪儿啊？你只能补在这儿啊，我大概也得弯一个。补在这儿是不是啊？你看二四六八，不就是十目棋的样子吗、嗯？而且人家这还多一个腿。是的。嗯，好，他这也接，那么黑棋连笑这个扳正好有劲儿。嗯。他再长。然后再压一下。再压。嗯。然后他再长。白棋跳棋，我们看得出年轻人的他是不是先藏了一个啊？先藏，先藏了一个。是的，你看棋谱看到这儿呢，觉得哎呀，这个白棋真漂亮，从这个锥开始一直到这儿，这个叫做飞流直下三千尺，嗯，啊，自由落体一样下来，然后这边再回过去，每个棋子都好都围住了哈，嗯，说不定还有白棋形势不错的感觉啊。但我们需要判断一下形势啊，现在我们判断一下形势吧，下成这样以后。这是因为这个扳筋是先手，二四，待会儿有时间再给大家说这个地方的变化啊，就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四二六二八三三二三四三六三八四十四二四四六四八五十五二五四，这个就五十五目，嗯，五十五目，这个地方的铁控呢是六十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七二七三，就这个地方全部算成你的控，七十多目。黑棋呢这个地方是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四三十四。四十四、四六、四八，这已经五十了，五十拐弯了，嗯，五十拐弯了，六十六二、六四、六六，加上这一块是七十没问题，嗯，七二、七四、七六、七八、八十八二、八四、八六、八八，黑棋九十了，怎么差那么多？黑棋九十了，天哪，哦，黑棋已经九十，而且你吃完了该我下。啊、哦，还该黑棋，还该我下、嗯，所以你看起来觉得，哎呦，白棋行云流水啊，这个，我看，真希望以后，多学一点唐诗当中除了这个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样的句子啊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句子啊？哎，总而言之，觉得白棋很好，你数控发现输了，觉得不行了啊，眼看很好的棋怎么输了？嗯，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我觉得陶欣然还是要总结这个地方，没这个地方的问题，对、哦、对。当然，很快我们就发现个性非常强的连笑呢，他又出现了他的问题。对，哎，我们接着看吧。看他怎么下的，他先点一个。对，这道棋就不对。我就不明白，他点完了他要干什么呢？没有，他就是说这个嘛。啊。他就希望我多渗透进去一点嘛。但这道棋呢，我觉得虽然很小的一招棋啊，就是它的性质很轻微啊，但是我觉得连笑还是要总结。就第一个，这个是，他是第一拳先打得很远。嗯。但是呢，你打得很远都。抡出去了之后，你收回来就慢了。你比如你小拳这样打，这样打，你频率高啊。你这头棋嘛，当然是下这个。我下一步就切下来吃你。嗯。你要一直不舍，那我再顺便长出去。对。这个才对嘛，就是先缩，先取后伸嘛，应该是这样，先蹲再跳嘛。嗯。就他第一拳就打得很远，就打到这儿去了。嗯。不知道他是不是摆错地方？不是，也不是，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年轻人，说明他们的，我这个是夸张啊，也许说的不对啊。就他们的感觉当中，总是想追求最高效率。我觉得呢，你总不能批判人家想日子过得更好了，是吧？总是追求最高效率，在围棋盘上啊，他往往先天性的就有缺点。有些时候就是应该先蹲再跳，嗯，就是应该就是慢慢推进。
不能跨得太远。不能跨得太远，你像以前也给大家说过，你比方说大飞这样的骑行，你第一步跨得很开，但是你要收回来的时候就慢了。对啊，小飞小尖单关虽然第一步慢，但是第二步它要飞跃的时候它很快。它这个就是先和后，快和慢的关系。是的，这个辩证法在围棋盘上倒是都有，不是说哪一个就不对啊。那人群，我想说呢，他们如果要总结的话，除非你点进去威胁他这一块，但很遗憾，刚才我非常介意的人家全部后了。你看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个还有道理。说不定有一天你做梦这个纸到这儿，它还真不是很活。这个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一下就是完全不一样。不可能的嘛，不可能，那就亲君子远小人啊，离后世要远嘛，离薄未近啊。你看应该走这个，好，结果他走这个，但也没问题啊，这不是坏棋啊。白棋先断。下一步这个是当然的适应手嘛。是。啊，然后连下去这招棋，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从这个高兴开始到这儿啊，下的这个。太情绪化，就是我们知道个性强，像韩国的李世石啊，对，这样的棋呢，他确实经常都是很优秀，就90%都是很有个性的啊，但偶尔会因为较劲赌气，下出这样的随手棋，像这招棋就是这样，就这是人家的权利啊，你这拖欠人家权利，你不用生气啊，他非要生这个气啊，就要吃，你当然是应该吃这个嘛。吃这个他就不舒服的地方就被人家立一下，对，立就立嘛，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人家的，这个本来就是人家的，就算不是人家的你也渡不过这个地方，对，是不是啊，你较什么劲呢，所以他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连笑呢还是要总结一下，我是真的小邱，我是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现在人数也很多，大家起点非常高，我真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怎么说呢，无一日三省吾身啊，然后能够前途无量，这个非常好，当然如果年轻人们大多是就抱着反正我都是对的啊，这样的话这空间显然就有限，对，你觉得呢？他们都过于自信，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他好像什么地方他都不肯稍微忍耐一下，没有这种概念。那我这样想，就在我们棋界现在年轻高手这么多的情况下，而且我们中国职业围棋，依我看已经是世界最好了嘛，已经超过韩国了。照我看啊，那么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有谁能够全面一些，能够善于学习，更善于学习一些的话，那我们将来中国的这个围棋大师要出好几位，但如果永远都是下完这盘棋就是我们也不用探讨别的，反正看谁赢了，永远是这种姿态的话呢，固然可以很强，但是是不是能够出那么多大师就不好说了，我是这样想的，对，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他就太情绪化了啊，这招棋，好，那么陶欣然一走完，因为你经过这个阶段，他显然就有这个，他有个身段，他现在也可以马上走，他马上就有了，连笑的预计是不是他不怕你走了这个，我下一步断到这儿了，对，他觉得这个大，这个你看陶欣然多鬼啊，交换一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不走了，小尖一个，他是小尖，行，我们接着看谈那个，这不是连笑，有的时候一位连笑一位谈笑都是非常优秀的啊，其实这个时候黑棋点完了这个子不是应该马上连回来的，不管怎么连，你看你第一步跨得远，第二步要连的时候就难受了，回到这儿来，对，因为这段你不能跟白棋纠缠得太过，不要忘了人家这儿还有个这个，是的啊，所以他难受，人家不是从这儿把你断，他难受，干脆较劲就把这个地方补了，是吧？但是这样一来的话，白棋跳到这儿把你这个子给吃了，这个太不像话，你到底在干嘛呢？这个就亏多了啊，这个一下就亏多了，这个棋怎么样就很难说了，因为等于是这两招的交换，同样是大场，你说这两招亏了多少吧？这简直就没法说了，你看，一二三四五，当然你以后有个挖哈，但是你没有这两个交换也有一个挖。所以一二三四里头人家几乎增加了五目，但是将来如果你从这一带骚扰的话，你这个夹缝当中你还有两三目，所以这个地方亏了，大概亏了一个贴子，说不定亏了七目半，就这两个交换，那么你辛辛苦苦刚才的优势可能现在就已经差不多了，不过我觉得形势还是黑棋稍好，我觉得还是黑棋稍好，您看来是比较支持黑棋，对，这个我有数据支撑的，哦，我们接着看连笑就飞这个吧，
对，他飞了一下，就连通，他度过了，他这是他唯一值得自豪的地方，就是刚才打在底下，虽然我花了一手气接住了，但是好歹我能度过。但是这地方实在是有点惨痛。选的，对，但好像拳击好像还是，您觉得黑棋还是黑棋可以，反正还可以吧。嗯。好，下边我们看这个。那么白棋这棋接下来要继续收官啊，但是到底什么地方最大呢？嗯。我们留给棋迷朋友们稍微做一下思考。好的，好的。休息一下。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连笑和陶欣然的对局。嗯。刚才呢，和王老师给大家讲到这个黑棋刚刚在这儿度过。嗯。这是一步大棋。大棋。那么接下来有一些什么大关子呢？对，我们来判断一下。总之，下一招棋吧，白棋这个吃是最大的，嗯、这个不用说了。哎，这个很巨大。这个吃完了之后，不理脚上有一个什么东西，小球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脚上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嗯、我昨天也是在摆这盘棋嘛，因为要来讲棋，我要先准备。啊我就说这棋搬一个，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脚孤立的看是个打劫。如果说你挡住呢，这是一个打劫杀，嗯、我可以点在这儿。对对。但是这个劫呢，打起来有点辛苦，不管怎么说。可是白棋是官子，黑棋是老命。对。黑棋很重。是这样的，如果说黑棋实在是觉得这劫打不赢，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忍一下，我这棋能赢，那有可能会忍到。哎呦喂！哎呦喂！哎呦，这个还是死了算了吧，这样还是死了算了。然后觉得这个不能接受了，被人长，然后你还能唬在这儿，太痛了。我这死了算了，我这个宁愿死了算了。嗯。所以说呢，基本上这个变化，黑棋是不能答应的，不能这样想。这个给棋友们介绍一下基本的东西啊。对。好，有了这个印象，我们现在再来看啊。我想给大家把这个地方的这个故事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当黑棋白棋搬一走一点的时候，要打劫活呢，黑棋它有这个力，是吧？对，你要扑，你必须要靠扑这个提掉，然后再打这个，再打这个啊，这个劫等于说这是一个劫，这是一个劫，但是现在就是打一个劫，是的，是的，打劫活，但黑棋这一力就打劫了嘛哈。嗯行，有了这个印象，我们再来看呢，黑棋现在我们最息事宁人的下法，摆完了之后呢，我们来判断一下形势，就是黑棋呢这个扳机是先手，它可以扳机。具体的来说，它这个要先冲，但是他们年轻高手啊，这些地方都不愿意保留啊。其实我要下黑棋的话，我还担心什么时候白棋这个给我逆收了，因为他下一步这个拉回来了，这个很大。是的。你看你一冲，他这个子是跑不掉的，你走这个他就拉回来了。我算一下这个地方的目是一二三四，逆收五目，等于后手十目，但是他们年轻人这些都保留，先手五目他都要保留啊。他留着。你说他们这个想要挖掘这个味道啊，嗯、这个功夫下到什么程度了？但不说了啊，现在看这个黑棋一冲一走，由于这个刺是先手，所以他一路扳街是先手。这个扳街。对，他现在一路扳街是先手。因为你不理的话，他刺是先手，你这个必须要接，一打吃一顶，就出棋了。打吃。对。然后白棋长。嗯。再一顶。哦，现在已经出问题了。这出问题了。哦。你本来是双的，他就扳你一下。嗯。就一气就给你搓光了。他关键是扳完了之后，他从这儿把你打死了。对对对对。对对对不是说你我上面能把你怎么样，他这样把你打死了。是。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冲一走一扳一接是先手，在这个。这个出一百万，以这个为基础，哎，这个放在这儿，我们再来判断形势，数一数空，嗯、是吧？这个把它打完了，这样呢，黑棋等于这个扳机是先手，这个地方就没有打劫活了，他就先手把这个补掉了。对你再扳了，我就挡住你点，我走了就做眼就活了嘛。对，就算有一个双活，也是该着这个劫的双活，所以这个情况就不严重了。按理说，这个是黑棋最合理的下法。嗯、好，下成这样，我们来数数目啊，这个地方是二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三十三十三四三六三八四十四二四四六四八五十五二五四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目棋左右，六十目棋七十七二七四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十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十七目，八十七目可能不一定到，不一定到。那么黑棋有多少呢？这个挖街是先手，八十七目肯定八十五目左右吧，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三十五三六三七四十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嗯，七十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八七九八十八二八四八六八八，黑棋大概可以收到九十目，嗯，
但这天幕这天幕看来还真是不见得够，但是这个地方他先收啊，先收，所以我还是觉得可能黑棋还可以，因为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些官子是可以挤压一下，您一冲一走一提啊。我的印象是觉得黑棋好像反正至少细棋还可以。其实我跟王老师的观点经常有时候不一样，比如说王老师觉得黑棋还可以，我觉得白棋还可以。白棋还可以、啊。但是其实不一定一定要一样嘛。对对对。带给大家很多思考。是。这每次都一样多无聊啊。对，是不错哈。但是因为黑棋刚才这下错了嘛。对。这一招棋下错，他等于多花一手棋。是的。那么现在有这个印象，再来看他们的实战，就觉得很有意思了。他打。那么连胜呢，那个偏不走。啊。那么可能这个地方就开始最后的拼搏哈，就是很有意思，很精彩。他现在点了这个，就是咱们这盘棋的精彩跟那种大砍大杀、刺刀见红、你死我活跟那种精彩不一样。那么我觉得欣赏他们这盘棋呢，我还是想强调一下，第一个呢是不动劲儿的下力，不要给他借劲。对，希望年轻人要怎么样？是的，多体会一下。还有就这种啊，子多的地方去适应手的挤，这些棋也是很有意思的哈。没错。还有这种地方，什么时候穿的怎么样使它的效益最大化？还有根据情况这一带就可以不走了，人家补完了就可以不走了。像这些东西呢，反正他们要是体会的更好，将来就更无敌了。这连笑呢，其实之前呢，他打入了 LG 杯的八强。但是很遗憾的是，他在进入八强的时候，因为身体的缘故，生病，所以弃权了。后来呢，就是住院了，然后经过调理出院了之后呢，他依然在各大比赛当中有出色的发挥。像阿含铜山杯快棋赛，他也进入了。本赛吧。然后呢？也不错。之后今天下的这盘棋呢，虽然说有的地方看起来它有点情绪化。对。但是王老师总体来说对连笑还是评价挺高的。而且他很那个，他连笑这个棋啊，而且你看得出来，看连笑的棋你看得出来，他下棋的时候他非常喜欢，非常高兴，非常投入，就这种感觉，像看陀嘉熙的棋一样，只要千头万绪了之后，你可以想象他下棋的时候是，既想争胜啊，争取获胜。同时他也有这个能力，而且你知道他内心非常愉悦就看棋看得出来。是有些人对棋偶尔会有点厌倦，这种其实从招法也看得出来啊。你知道他很高兴。对，行，我们接着往下看，他走这个挤压。白棋呢依然保持一种，他本来这里就厚，所以他这下这个贴也无可厚非。这个贴是对的，方向完全对。还有他这样就爬过。乔丹元他讨价还价的内容是什么呢？他掉你走这个，他再压回来。对，是的。如果他单走这个想要惹事儿呢，人家白棋会搬起来。不要小看一个搬一个退，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大家也很好算，他一搬这个地方基本上有两目半。如果你把它压到这儿，它就只有一目强一点点，所以仅仅是它靠你是退还是搬啊，就已经亏了接近两目了。你刚才是觉得你好像白棋还不错吧？对，亏了这两目了，情况又不一样。王老师一定要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就这种意思啊，就是说这种地方啊，它为什么要贴？一个是因为它厚，第二个它讨价还价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当然黑棋下一招他就不会走这个了，除非走这个就赢了，走这个被人家拐过，那人家拐过来了，那你讨价还价不是就被他便宜了吗？而且你这个顶基本是后手，人家不理不应你了，你这冲一下我扳住你就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对，好，这样就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白棋要贴。因此也就理解了连笑为什么要往下边贴，他也要倒着往下贴。所以两位年轻高手他们对于这种韵律得失进退的韵律其实已经非常了解，所以我看棋看到这一点，我觉得他们又很好，有的时候觉得他们可能是在围棋盘上读圣贤书少了一点，就是围棋的圣贤书看得少了一点啊，因为看现在棋已经够了嘛。但是看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很好啊，好像什么都懂啊，觉得好。我们接着看他下一步搬。白棋呢不甘心说我把空围住就行了，他还要追击一下你的弱点。对，他说你这两个子就这么下来了。对，我搬在这儿先考验你一下。对，因为普通情况下呢，白棋这个下法就太强了，但是由于他这铁厚，现在他就能够这样下。是的，同时不要忘了这个地方的故事啊，太精彩了。好，下面黑棋当然连笑，这个是你再是英雄好汉，这个地方被切断也是要死的，所以还是必须接上。
哎，那么桃心然是扳。在这一带呢，他损失了一点目数，嗯，但是呢，他把这个扳虎断了，把这块棋给你切断了，嗯，他就要挟你，你得赶紧连回去，对，连回去你不没活吗？你，是吧？哎呀，黑棋鼓一个是应手，这会儿呢就有面临一个问题，嗯，如果白棋是输棋的话，好像这一走已经是打绝活了，因为大体上是这样，你走这个。挡住，看看他一断是先手，断这个，对，然后白棋贴回来，对，黑棋这个击打是先手，是先手，对，你必须接，对，然后黑棋是不是要靠这个击打来活？对了，所以这叫打劫活嘛，对，就是要靠这个，嗯，非常对于黑棋来说非常遗憾的就是这个劫你提完提到天亮提到天黑，人家都是活的，我还是要重新强调一下为什么对。续盘阶段他被拔这两个子，我心里有点抵触，就是这个原因。以后无论怎么这个海水变成山峰，山峰又沉到海底啊，出现这一变化，他这些就基本上是活的。他永远是活棋。对，除非你能把这个子跟他连好几个能连回去，他不太可能。这个就这个意思吧。啊，对，他要跟你拼，已经有这个。是的，是的。当然，黑棋也不怕，黑棋巴不得你来吃，他下一步这儿竖进去了。嗯。他这个打都不打，他直接竖，你来吃吧。这个叫双方拼命根据形势啊。白棋呢，桃心然觉得形势不错，连下这个鼓不是随便鼓的，嗯，他也是希望桃心然来这个图穷匕现来吃他，嗯，啊，好，这个桃心然呢没吃，这东西先把它挡上，这个先觉得细棋还是他不错，嗯，可能他觉得还是不错了，对，挡住，那么黑棋连下这个就挤，在这儿，嗯，因为他不挤的话，这个地方都没连。这个地方没连上，你要就同时呢，还是一个挑战的姿态，来打劫，来吧。你要不要来杀我？啊，因为他从续盘阶段他就不肯补嘛。对，他一直都不肯补。一直都不肯补嘛，嗯，所以我就说士可杀不可辱啊。嗯，这反正我是不补了。对，这盘棋我们要起一个名字啊。嗯。写文章起个名字就叫士可杀不可辱。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补这个。对，你来吧。我们接着看啊，太精彩了，他急。嗯，好。这会儿呢，桃心然就出了一个，这会儿出了一个小问题。嗯。哎，其实呢，该走什么走什么。就接上盯着他就完了。啊，他这会儿呢，因为也可能读秒了，因为围甲联赛啊，嗯，咱们经历手机杯围甲联赛这个赛场上，嗯，气氛是很紧张的。对。不是说我们现在说下个棋好像简单切磋啊，他胜负感很强，所以呢，他就靠。这靠是想干嘛呢？我看着。怎么觉得有点像制造劫财呢？是这意思吗？对了，哦，是。对了，他一靠，制造劫财，嗯，就是你这个他本来损了两目啊，这道棋。他肯定是亏的，这不可能靠收官。劫财是这有劫，这有目数损了两目，劫财呢是一个、两个、三个，哇，这个就是四五个、五六个就太多了，那就打劫他就要干这事儿了。嗯。啊。这个但是连笑一看很清楚啊，你想干什么他不管，他这个先断，断，因为你这个不能吃，这个地方味道不好，是，哎，太棒了，叫吃，接上，走这儿虎过，那么连笑这一下很爽，叫吃，你必须接，嗯，这会儿干脆胜胜追击，叫吃，这个桃心然有一个闪失，刚才这个棋呢我们就没有特别仔细的数目了啊，因为这一带的定型它毕竟没走，它一直所以确实你要说黑棋有那么一点点优势是说不过去的，因为白棋急了这儿还有个劫，是不是啊？就这样，他这个没搬砖，没搬砖啊，对，着急，你搬完了不行了，搬完了你搬的时候说不定他可以扑你一下，嗯，哎，他可以扑你一下，那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嗯，好，我们看他这个故事啊，这个连笑就这样把这个子拽出来团打，嗯，我估计这盘棋我们的棋友如果是简简单单看棋谱的话，可能还看不出这盘棋这么多的味道，我觉得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嗯，啊，同时也希望我们广大的棋友以后看棋的时候能够哎稍微多看点味道，嗯，行，我们接着看，叫吃接上，白棋一看你脱先了，那愤怒了，就只有走这个竖下去，这个也巨大，是的，哎，好了，这个是最后精彩的地方，冲，哎，嗯，这招棋呢连笑终于他自己太高兴了，嗯，这招棋他下得太高兴了，这招棋照我的看法呢是如果他走这个的话，先冲这个的话，这个棋可能是黑棋能够赢半目到一目半左右，哦，哎，先冲这个，我们待会儿再来回顾啊他是什么意思，黑棋冲这个，嗯，那么白棋桃心然走这个，他断是吧？对，那他冲这个，嗯，他这个的意思就是他以
位都是先手，这个地方所以连校也会那个也挡住，对，叫吃接上，然后他就挖掉，对，这个这锄头进去先把这个关子刮了再说，对，那么你这个吃不行啊，是吧，嗯，非常遗憾你这个不行啊，咔嚓一断，然后他断的时候白棋只能冲吃，对，但是黑棋从这儿冲，对，滚打包收弄完了这儿再一冲，啊，这个关子又亏了，这块棋呢他不怕，这里有个断，这里有个连，对，那么你只能吃这个，吃这个他也接上，然后被黑棋先手控制，将来小关子的时候这一冲是他的权利，这个中还有这些，这个没有，哎，这个没有，是吧，这个很清楚，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后来连校冲到这儿的时候陶欣然突然他要接这个，这个接上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他再挡住的时候你打了挖不进来了，这就差飞了，对，人家把你打湿他粘在这儿了，你就入不进去这里，所以就差一口气就差飞了，不只是差这几目棋的问题，是，而且接上既防了这个挖，同时您这块棋现在该补了吧，对，哎，该补了，那他就可以挡上了。是的，哎，嗯，因此我就说，刚才这个棋呢，最正常的收法，作为连校来说，他确实是，他应该先冲，高兴得意了，对，应该是先冲，哦，这个冲就没有还价了，嗯，白棋只能挡。那么现在你再冲，嗯，就没得变了。那我只能，你大概只能退这一类了吧？那这儿都欠着路了，哎，这块欠着，然后黑棋呢必须把这个收掉，冲了半张，就一冲。把这个先手五目收掉，再把这个扳机收掉，然后这个在挡上是先手，最后一招棋把这两个子吃掉，我看是黑棋大概能够赢半目，一目半说不定还要多一点，就黑棋就赢了，嗯，这个地方如果但是你说在读秒的时候最后关头如果谁那个头脑能够那么清醒，那确实该是高手啊，我们因为后来看了看这个棋嘛，对，还有一个下法呢，就是黑棋还可以加，嗯，就是只要先冲着这个再来加，这个也行啊，哦，这也是个下法。反正不管怎么样，白棋都下不成那个样子。对，啊，哦，有了这个印象，我们再看他们实战啊。嗯，他实战是这样的。哎呀，黑棋先冲这个，很精彩。然后白棋断，嗯，黑棋拐，白棋先粘。理所当然以为先手。对，哎，白棋先粘，我要你要求你先连回去。对，他丢不起这人。他不干。这个不行。愤怒的打入。对，所以这个叫士可杀不可辱嘛。跳断。最后这步棋是被白棋走去了，不是黑棋走的。但是也可以了解，我觉得这个地方第一个可以感慨，陶欣然最后非常敏锐，他发现这个棋一收下去要输了。嗯，我你看还有那么多关子啊，年轻人能够嗅觉到这个程度啊。其次呢，他气魄很大，就是你进来吧，引狼入室。我就要杀你。究竟是引狼入室还是养大吃肥？嗯，啊，年轻人在这个时候判断很清楚。我们来看看他这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哎，好，嗯，哎，很精彩的故事。挡住，断，然后白棋拉回来。拉回来，嗯。黑棋呢，他单提的时候做不活。单提做不活。他要点在这儿。对。白棋特别狠。哎，白棋大家看。他把这个先把这个吃掉。搂掉，你看他这个叫养大吃肥啊，引狼入室啊，嗯，确实也是引狼入室啊。小尖，我就粘上。他就粘上。一点先手都没有。那他后来这个尖。嗯。哎，这个地方就很遗憾，如果他刚才冲掉说不定有这个刺，但是这说不定了啊，来不及了，现在来不及，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嗯，辅助，哎呦，现在要杀棋的时候就哪一招笨哪一招能破眼就行，他虎一个，虎一个，这个就不用看了，我都会下这招，我都会贴上，接上，那这个必须接啊，扎一下，先扎一下，扎一下，没什么用，没用了，这个连校现在已经知道了，一扎没用，你看就跳连上，粘上，他一起打这个，嗯，这个大龙奋死，大龙奋死，这个倒不是说权力的歼灭战一定要吃掉，是, 是, 是双方后来较劲较成这样了啊，嗯，但是我们看这个棋仍然是赏心悦目，你看哇，这么大条龙，陶欣然把台把连校的棋给吃掉了，那么最后下到这手的时候，就执黑的连校就认输了，嗯，啊，那么陶欣然是中盘战胜连校，嗯，而这场呢，西安曲江队确实也发挥了，嗯，以4-0战胜了杭州队，哇，所以他们本来是处于保级圈的，杭州队全年还是全国冠军呢，对啊，嗯，他们本来属于保级圈，所以西安队呢，嗯，现在这个形势突然就好了很多，好转了，嗯，啊，对，突然就发挥了，感觉他们，王老师这盘棋
您觉得联校是不是比较可惜、啊？哎，不，我觉得其内容很好，嗯，就是人物性格刻画得很鲜活，嗯啊，甚至可以看得出来他什么地方高兴了，这一代跑出来，什么地方得意了，什么地方搓火了，哎，这你都看得出，这就好，就是大片嘛。嗯，我经常跟大家煽火说，我们中国的围棋就比他们好莱坞的大片好得多啊。只要你能看得懂，你只要看得懂，嗯，你能够品到这味道。嗯，但是我觉得呢，还是那种味道，年轻人希望他们多注意，就是那种。不战不发，这个不发力，就这些地方的味道，希望他们能够多体会。对，比如说刚才王老师一开始就建议黑棋靠的时候，你先立下去，这叫马步啊，就武打武术当中的马步。还是觉得他们有时候弦绷得过紧了一些，对，有些时候稍微松一点，他们现在在绷得紧的这种状况下，高速运转的时候他们已经非常棒了，嗯，这会儿就需要有的时候给非常抱着热气儿的这种钢铁浇一瓶，浇一瓢凉水。是这样，有的时候弦绷得太紧了那也不好，但是太松了也不行，所以就要怎么样掌握这个分寸感，这个是最难的一件事。痛苦啊，无度不丈夫啊。对，很痛苦。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后半盘还是下得很精彩，双方在这个非常各种的转换当中寻求一些战机啊。那我们今天棋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感谢两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今天的文评论道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棋行天下，棋乐无穷，各位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